年88岁，我每天早上去运动，顺便捡回收物，做环保很有意思。年纪大了，没事情做哈，做环保，觉得还可以当有用的人。后来越做越有兴趣了，做环保非常好。环保袋我已经给你做好了。哦，真的哦。这个袋子做得好漂亮哎！这个袋子是我们的那个雨伞回收回来的布所做成的环保袋。那个雨伞拆掉了，我看有些布很好，丢掉很可惜，我就拿来做了。我结婚前就一直渴望着美满的家庭，我认识才3个月我就嫁给他。我结婚的时候他就刻了一对图章，说相敬如宾，幸福家庭。其实他也是真的很顾家，他也觉得年龄那么大了再结婚要做孩子的榜样，而且他做事也 有原则。人家吵吵闹闹，我找对象找得非常满意的，可是现在人已经离开了，我还是会想到他。我那时候想的我自己真的很难过，我就不想见了，我就看到他过去的日记过日子。建设厅，我先生每个月交了我100块钱的工的款，在他的照片里面，我也告诉他，我说我现在到慈济去做环保，去做一些志工哈，希望他不要跨心，而且我觉得我多做了，也回馈给他，在天之灵哈，可以过得很好。我做这个环保袋就送给法亲跟朋友，喜欢的人就送，亲戚朋友都可以。拿到这个环保袋，他们很高兴，出门带在身上，买东西随时都可以用，可以减少塑胶袋。就有地方可以用了，对，不要都堆满东西，都做你做也不会做，一个用也不要用。因为他参加了志工之后，好像整个人就完全是活起来的那种感觉。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80多岁的人，啊，你就感觉他好像每天都充满了很多精力，啊，很想去做一些事，然后也很有成就感。那我现在已经快要90了，只希望能够健健康康的。多做多得，上人叫我们说要做起来炖，所以我就希望是健康，做到不能做为止。